紫气东来，轩然出彩。紫萱葡萄酒提示您收看本期精彩内容。演员金玉婷带领明星队现场挑战钻石夺宝队。你还有话吗？后面我没啥话了。郑板桥画的竹子是否能价超黄金？扬州画派的领军人物不是白给的。两块清代端砚石究竟哪一个货真价实？坚定的挺这件东西。青花寿字盘和仿官釉从制瓶，谁的年代更久远？哎，说白了就看起来新一点嘛，没怎么用过噻。一锤定音，敬请关注。为健康喝宁夏红，本栏目由枸杞酿造健康好喝的宁夏红独家特别展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一锤定音》。在这里我们还是首先掌声欢迎坐镇今天现场的4位专家老师，来欢迎。同样呢，我们还有一位大师，今天也是坐镇我们的现场的，因为他今天要提供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奖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获得最后冠军要得到的奖品。没错，提供这个奖品呢，就是来自于河南省的钧窑陶瓷工艺大师任明利，欢迎任大师。欢迎您。任明利，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任氏宝光钧窑创始人。钧窑是宋代著名的5大名窑之一，历代帝王皆签订钧窑为御用珍品。民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古时钧瓷烧制极为困难，有10窑9不成之说，更增加了它的珍稀性。今天，钧瓷工艺大师任明利来到《一锤定音》节目现场，会给获胜嘉宾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好，任先生，今天给我们的这个冠军会带来什么样的奖品？我今天带的是文房四宝。文房四宝，这个几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嗯，这个是北京啊，笔架，这个我看出来。这个是水鱼儿啊，水鱼儿。这个是北席，鼻席啊，这个是北筒啊，笔筒啊，笔筒。哦，那这是您亲手烧造的，对对啊，非常珍贵啊啊！今天呢，我们2队啊。两队竞争，2队中获胜队队长将会获得这件奖品。那队长带领的其余的这些队员们呢？那厉害了，你这厉害啊！纯金和纯银啊，金银牌各1枚。本栏目现场发送奖品由真品质金业珠宝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业提供。我们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2个方阵，先介绍我们的。第一个方阵，这大家非常熟悉，是由一锤定音多年来的顶级夺宝人组成。欢迎各位，欢迎各位。他们都取得过很多特别好的成绩。你也不要小看我们今天的挑战者哦。挑战者。我们今天挑战者这个方阵是由著名的演员金玉婷带领的，他的朋友们来进行挑战，来踢馆的。金玉婷，影视小品演员，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小品演出，曾荣获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中央电视台我最喜欢的春节晚会2、3等奖等多个奖项。玉婷是不是也平常非常喜欢收藏？我偶尔看一看你们的节目，然后但是收藏还是很门外的，那你所以太谦虚了哈，谦虚。金玉婷搞收藏不是1天2天哦，你这么了解？真是的，他都收藏什么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收藏电话号码算吗？也算。哎，就算朋友多，人脉广，到时候有一件什么物件的时候，你虽然如果你不懂的话，会带很多朋友来。哎，你接的真好，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对，注意你把电话开着，我等会儿给你打。2队竞赛规则。每场7轮竞赛得分多的队胜出，2队交替拥有优先选择权。第一轮由明星队先选，选对的队得1分，选错的对方队得1分。明星队选队，钻石队队长本场禁言并更换队长。钻石队选队可以选择明星身后5人中任意1人禁言。好，那介绍完2个方阵阵营的这些朋友们之后呢，我们今天挑战的到底是什么呢？要开始了，我们今天要挑战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哦，第一组啊，两件宝物即将上场，但是这一组呢，我们是要考眼力，辨真假。这件藏品，堡主认为是清仿宋歌釉盘，最大特点是釉色沉稳，开片均匀美观，造型端庄。堡主认为价格应该在10万元左右。 这件藏品，堡主认为是明仿宋官窑玺，最大卖点是年代久远，品相完好，土沁色泽明显，开片漂亮。堡主认为价格应该在300万元左右。两件瓷器藏品都号称是后代仿宋代名窑产品，一真一假，到底哪一件是真品呢？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堡主，您贵姓？ 姓吴，口天吴啊，口天吴小姐，吴小姐，你的这件宝物是买的吗？嗯，是我老公买的。你老公买的？老公买的时候通过你同意了吗？用的是小金库的钱吗？没有，没有，没经过你同意就买了。你说这一般人忍不了的啊！哎，买完之后你高兴吗？嗯，我是不太赞同的。不太赞同的。是不是花的钱太多了？ 花了多少钱？现在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花多少钱。他没有告诉你，没有报账啊，没告诉我。你老公花多少钱买一东西，你都不问他花了多少钱？这老婆，你知道中国老婆贤惠了吧？就应该这样。啊，这个东西，你觉得是真的吗？嗯，应该是真的。应该是真的。你是因为相信你老公吗？是。他那个呢？你看了吗？他那个肯定没我的好。肯定没你这个好。你这愿意卖的话，卖多少钱啊？ 10万啊，能卖10万啊！就是你老公，我老公告诉我的。他跟你说要卖10万，是吧？对。哦。来，请问这位先生您贵姓？啊，我姓郝。郝先生，真是郝先生，买了好东西吗？你觉得？您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来的？这个是以前收藏的。以前。啊，早年收藏的。大概什么时候收藏的？已经有7、8年时间了。7、8年也是买来的吗？啊，从这个古玩市场淘来的。淘来的。哦。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大概也有10多万块钱。您在这个收藏方面，您有经验吗？有一点。您这个觉得现在值多少钱了？原来我们这个根据它多方面的情况判断是明代，后来有些专家就告诉我们听，这个到了元代，而且到了元早期。 元代的话呢，卖个几百万应该是没有问题吧？所以当时您觉得你10几万就捡了一个漏吗？ 算是一个漏吧，绝对是真的吗？哦，好了，听完了两位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这个第一题啊，我们是由这个我们的夺宝人代表队呢，来为这两件东西发表自己的看法，以此呢来影响明星队的判断。优先选择的是金玉婷这边，但是玉婷，我要告诉你啊，这些资深夺宝人有可能他们说的是真话，但是。 也有可能他们在给你挖坑嗯，好，接下来我们这边由谁来发言？刘鑫吧。刘鑫先说吧。刘鑫。我觉得啊，这两件宝物往这一放啊，都是两个盘子。它可能是这古代人可能是蘸包子、蘸饺子、放酱油、放醋什么用的，所以它是一个民用器。但我觉得哪更像真呢？这位老先生拿的这个东西，蓝队拿的像真的。对，因为他呢，可能古时候这个人。 可能愿意吃包子饺子，酱油的颜色更多，酱色更多。咱们不仅研究是不是吃包子，那个上面的斑是由几百年的风化，它才可能沁进去，是吗？堡主，你看我一说，堡主就认同了。还有一个，它底下那转轴，这明显是拉坯上去的，所以说这东西肯定是老的。应该要我来看哈，左边这个这潘家园粉非常多，哪个？左边这个就红的上面的潘家园非常多。 所以金老师，您考虑考虑啊！你们三个都认为那个是真的，是吗？不是，我们三个现在也不知道真假，就是猜，就这个应该猜不到。看你把话给抡回去了。要听一下你的朋友们的意见吗？你可以请教一下。希望他们别跟我一样已经晕了啊！从我们年轻人来看哈，左边那红色的呢，一看就是那种密集恐惧症的患者特别不靠谱，这都密集恐惧症了，还幽闭空间。但是呢，两个相比哈，然后它那个底座的话，看起来还有痕迹要稍微深一些，所以我觉得红色那边是真的。哎，你看这小姑娘说的有理有据的，是吧？那你觉得是细节？那你觉得为什么那个不像真的？因为那个怎么说呢？哎，说白了就看起来新一点嘛，没怎么用过噻。哎，你看看啊。 来，接下来，请你做出今天第一轮判断，哪一件描述和事实是一样的？你等一下，我再跟他们交流一下眼神。等一下，哎，交流眼神了，这会儿。看看啊，查出个卧底来啊！我觉得我听他们的了，已经完全没有。我选第三个啊，第三个。来来来，最后5秒，赶紧来，5、4、3、2、1。到底哪个是真的？我选那个，选那个，还是选这个？好，接下来我们请本栏目专家杨靖荣先生来宣布刚才这一题正确的答案。咱们明星队啊，其实搞收藏应当你还是挺有眼光的，别看这个老，绝对没问题。好，你看上面这个，咱们先说它为什么老啊？上面那葡萄斑，葡萄斑那不叫什么沁，那沁呢专门有一种名称叫葡萄斑。啊，这葡萄斑啊，现在做就是做不出来。 现在没有这个工艺，啊，对，就我别的做旧的工艺啊，全都过关了，唯独这个葡萄斑，反正到目前为止，就是说他们想尽了办法做不出来。但是他的错误在哪儿啊？他说这是明代的，那实际上这个是清代的，啊，典型的清代中期的。哦，而且他这个东西啊，如果不是报错了，就是。 然后比那个值钱，贵多了。那他这个的描述是准确的吗？他这描述是准确的，哦，是清代的，没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夺宝人队现任队长罗庚先生挑选一位对手，请他离场，请。他谁呀？戴伟界特漂亮那位。就这位哈。你跟他有仇吗？ 没有哈，没错，关键他眼光他们说我眼光最好，眼光最好，怕我留在这对他们造成威胁。你确定选他是吗？确定，确定。好，不行。好，再见，先生，再见。那么刚才描述符合实际的这一件是轻仿鸽釉盘。嗯，我们来看一下本栏目合作的各家拍卖公司给出的市场估价，到底是不是10万块钱？看一下，啊，就1万。 这老公报的有点忒虚高了，这是什么情况呢？这价格给的不低，不低啊！啊，这样我给还得低。你想象不是清代，感觉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不好，这个不要一说清仿，就一定是好的。这个情况很复杂。你比如说官仿的、乾隆仿的那个东西好，那个值钱。官窑仿，哎，官仿官的那个东西价值高。 民仿的那个价值并不高，而且呢，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它规整度啊各方面都不成，那东西等于是一残次品，当时就是一残次品。这种水平的东西，大概在小市上卖啊，即使年份对，1000来块钱大概差不多，1、2千块钱，也就这样啊。中国服、金利服，本栏目是由金利服珠宝独家赞助播出。好，那么。 今天的第二组宝物，依然是考眼力辨真假。来看第二组宝物，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代横都斯坦玉盘，最大卖点是工艺精致，为整块玉掏膛刻花制成，包浆到位，保存完整。宝主认为该藏品价格应该在10万元左右。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清代岩口玉盒，最大卖点是保存完好，做工复杂，盒盖口部镶嵌刻花银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宝主认为价格应该在10万元以上。两件玉雕作品都号称是清代所制，一真一假，究竟哪一件才是真品呢？好，我们先从这边开始，来自我介绍一下。 您贵姓？我姓侯，侯先生，侯先生姓侯，侯先生拿的这个叫横都斯坦玉盘是吧？啊，对的。这名字你研究过吗？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这个横都斯坦？我反正是我也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打听过这个些东西，好像是一个认度的技术，就是咱国内从以前就是引进认度的一种技术。印度的啊，好像是吧？差不多。对，你知道有多少斯坦吗？ 斯坦谁不知道？斯坦太熟悉，作为我们电视行业人太熟悉了。比方说斯坦尼康。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边的介绍啊，这是清代营口玉盒，您贵姓啊？姓王。好，王女士，这个银口的玉盒是您买的，还是您收藏的，还是也是跟朋友送您的？不是我的，是朋友的。啊，朋友的。他今天没有来，他委托我来的。哦、他在国外来不了。哦，又是一个国外的朋友。啊、嗯，这东西为什么能断定是清代呢？他说的是清代的。哦，您这个朋友跟您关系很好，啊、对很好，说什么您都信。啊，对。哦。我希望大家也能信。啊、哦，这。那这个信不信还要专家说了算、啊。就是说，万一这儿有人想买，您的朋友说了得卖多少钱？他说要10万。要10万。10万。哎，那这个呢？您这个呢？20万。你为什么比他？你这为什么一个能买他那俩？因为盘子大。啊，对。好。好，现在这边队长换成了于彪，请你们给对方介绍一下你们的看法。来，谁来？唐华宇。来，我先来吧。这斯坦啊，他没说清楚。然后呢，我去过好多斯坦，比如说斯坦是个地名。斯坦是个地名。哦。比如说巴基斯坦、巴勒斯坦、拉贾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他说 Hindustan， 这名字是凑出来的。Hindu， 唐朝之前叫天竺，后来叫印度。Hindustan 就是印度的，就是印度。再加一缀，形成这么一名儿。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像刚才那样，你这东西断代不对，你这是明仿宋，结果呢变成了清仿宋，这个名字就不对。别的这清朝。他的意思是，哪怕东西是真的，名字不对也是不对的。是的，对，是这意思。不对就不对。描述不对。我就说这么多啊，反正把我也绕进去了。你还要听吗？要不然再听一个。我想听听我们这边。好，来听听你们这边的意见。来，谁给你队长点意见？其实横都斯坦玉啊，就是据我的了解啊，它应该到清末期已经就是仅限于是一种玉器的风格了。咱们把那个打得很薄的玉，然后上面嵌上那种比较名贵的宝石，都叫横都斯坦的风格。这个玉石还是咱们新疆的和田玉。我觉得这横都斯坦的盘子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个盒子我觉得靠谱，它那个口是银的吧，银的那都已经黑了。然后它，我看了那口周围，它那个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学的化学分子要运动嘛，它那个互相已经有那个痕迹在，互相有一些怎么说呢？运动的痕迹。对，运动的痕迹。对，所以我觉得那盒子靠谱一些。得，你们俩成员发言。完全不一致，大相径庭。对，那个盒子我感觉啊，更像咱们的手镯心掏剩下的料做的啊，它更像它这个圆柱体嘛，更像一手镯心。我感觉过去应该不会说做出这种料来、啊。过去因为不是用这种工具，对吧？对，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套钻套出来的嘛，我感觉应该就是如果在过去的话，应该做不了这么圆吧。这个做法呀，应该是个现代工艺，这是你的意见是吧？啊，对。好，来这边，你还是听听我这边的啊。再来一个意见。一看这边，这是清代的，一眼看就是清代的东西。哪个？它就这个玉盒，镶银的，里头也而且有历史的痕迹。一看这个是清代的东西。必须带上清代的首饰。对，而且有历史的痕迹。哦。这个肯定是不到代。这个不到代，就不到清代。你觉得这个没那么早？到什么代？这个我觉得没有。当代。我觉得反正没有到清代。于彪，于队长，我还可以说。你曾经有一次一句话没说走了，是有这事儿，所以赶紧把这个机会给灭了。请到这儿了，我做一下炮灰就走。哎呀，这一看这右边这蓝台子上这个，哎呀，上边那个是银的对吧？那银的上边刻那个纹路，一看呐，凄惨无比。凄惨？为什么说凄惨无比啊？哦，这太假了，太假了，就像孟昭婷老师刻。这像孟昭婷刻的。行了，你不用再说，我已经有答案了。我知道了，我已经有答案了。他停了，就是这个。有答案，这个是真的。对，这个描述符合事实。对，我是根据他的表现那个断定了。对对对，确定了是吧？他现在这个表情啊，对，正在瘪着一边，在强忍着自己的笑。你还有话吗？后面？我没啥话了。两手一抱。好，接下来我们请本栏目专家杨宝杰先生告诉我们。描述符合实际的是哪一件？到底是玉盘呢，还是玉盒呢？这个横都斯坦风格一般的是，横都斯坦是在北印度一带，当时做玉呢做的比较薄，比较精彩。进贡乾隆时期，进贡乾隆，进贡故宫，都卖的非常贵。后来也仿制了好些哦，包括现在工美公司也在仿。嗯，这个可能就是近些年工美公司仿，年代的可能稍微的嫩一点。玉盘是仿的，玉盘是工艺美术公司。对对对对。哦。 这件藏品呢，这应该是从国外回流的，应该就是咱们以前就是晚清时候出去过的，现在欧洲回流的大部分这种东西都是一些什么搁粉盒的粉盒或者什么东西，所以这件东西是老的。刚才有一位这个他表示呢，这个徐航先生说说掏料的问题，掏料的问题，清代也有做手镯的，也有好些做这些下脚料做的这东西也掏，不是现在的，现在也这种工艺。 啊，所以这个玉盒是符合对符合描述和那个东西符合。哦，不过刚才徐航先生有一点说的很好，嗯，他说呢，痕都斯坦实际上在后世已经作为一种风格的代称了，啊，不一定非得是在痕都斯坦生产的，而是痕都斯坦的样式和制作工艺都可以叫做痕都斯坦玉。 关键是什么时候生产的？嗯，对。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谢谢。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至清朝达到顶峰，特别是乾隆时期，除了制作中国传统玉器外，还引进和仿制了外域的玉制艺术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痕都斯坦玉。 那么，痕都斯坦玉器与中国传统玉器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从玉料上说，痕都斯坦玉材多为南疆的和田玉、叶尔羌角闪石玉，而且玉匠喜用纯色的玉材雕琢，即一气一色、透明晶莹。这与中国传统玉器的流玉皮或杂色玉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器型上，痕都斯坦玉器以实用为主，主要有碗、杯、盘。 壶、文房用具、香炉等，中国传统玉器中常见的礼玉、佩玉、摆设玉，在痕都斯坦玉中很少见到。从它的纹饰上来讲，痕都斯坦玉器多采用植物纹，而且是当地特有的植物品种。在制作工艺上，中国玉器常以制加工美取胜。 而痕都斯坦玉器不仅多利用多层次的浅浮雕，而且为了加强装饰效果，常采用五颜六色的镶嵌，来营造华丽高贵的美感气氛。这与中原传统人文的雅致意蕴全然不同。另外，追求玉器薄胎、透明是痕都斯坦玉器的又一大特色。 拿在手上又轻又巧，有轻若浮云之感。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痕都斯坦玉器旧玉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当年从外域输入，另一种则是由清宫内务府玉作坊工匠仿制的，史称西番作的玉器作品。恭喜玉婷！我觉得于彪啊。 你在这方面表演这方面，要向玉婷学习学习。比上一次好多了。上一次一句话没说就走了，这次呢说了个瞎话走了。忘了我是表演系毕业。谢谢于队长。谢谢于彪。这个短暂的于队长生涯就此结束了。哎呀，那么您的这件痕都斯坦玉盘啊，这个描述和实际有点。 他只就是年代没到清代，太年轻了。好，送给你我们的纪念品，谢谢你的参与啊！再见。好，谢谢。再见。中国服、金利服，本栏目是由金利服珠宝独家赞助播出。好，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三组宝物。今天我们第三组不考验真假了，是进行的是和我们最熟悉的黄金可以有一定的关系。没错，接下来是我们的黄金大比价。 本环节是由中国黄金品牌提供支持。第三件宝物，我们要拿它和1000克黄金作为对比。我们要判断的是它跟1000克黄金谁更值钱。现在1公斤的黄金市场价格大概是现在一克黄金250左右吧。那也就是25万左右。差不多啊，就这意思。来，这一件宝物，说句实话，在我们的节目里第一次出现。是。我们为了弄清楚它叫什么，费了很大的功夫。哦，真的。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资深夺宝人代表队选出新队长。由于刚才这一轮答对的是金玉婷的代表队，所以这一轮由金玉婷代表队这边负责忽悠他们。那个队员们，快发挥你们的这个。 这个他们都是自身的，我忽悠啥呀？忽悠！你先说说这是什么吧？你看出来了吗？这是什么？这是啊，据说啊是不是那个烙芦苇头上的那个就盖印章嘛？烧红了以后烫的那个是吧？烙铁芦苇，烙铁嘛，有点类似。在人脑袋上烙印是吧？我不知道。还有别的意见吗？接着忽悠来。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但是就根据它这大小来看，我觉得还是金砖值钱啊。有的东西还是不能以大小来论啊。我觉得25万是吗？你觉得那么一个小小的了，比簪子大一点，比钥匙大一点的东西，比钥匙它25万，它能比25万贵？我觉得这显然是有点儿可能性比较小。我不能说没有可能，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这是我的建议了。好，接下来我们请。 对方队长刘鑫做出判断，反正我们队友一致同意，觉得还是金子值钱。哦，金子值钱。那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我知道那东西是什么，这东西呢，我觉得应该叫发簪，就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头发型呢都是大背头，对，扎起来的，上面需要一个发簪扎上，而且这个上面有款儿，而且还是一个名人。发簪带款，就不说是名人，最起码也得是一个帝王，王侯将相，孔子的簪子。不过按这个比例，这人的脑袋得有多大？没错，绝对是。 反正呢，两边对它用途的判断都是在脑袋上用的，是吧？不是那么烙上去的，就是那么穿过去的。也可能就是奴隶主啊，平时当发簪用，新逮个奴隶呢，摘下来往那盖个戳，有这种可能。万恶的奴隶社会啊！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请杨宝杰先生告诉我们这件东西：第一，它是什么；第二，它值多少钱？有请。 这件东西呢，可能大家伙对它用处不太了解。这个钻石夺宝队呢，队长说它是簪子，这多大脑袋插这东西啊？就说古人脑袋大也没那么大个儿啊。谭花雨这么大脑袋，他没头发呀。明星队呢，那个说的比较好，说的是这个烙身上的、烙脑袋的，这个也是。不是以前奴隶确实烙着，确实烙这烙印，可是这个不是，这是烙马身上的。 烙马身上，烙马印，哦，马打个记号。为什么这方印跟别的印不一样呢？别的印章都特别小，这方印长，有一个很长的柄，后面还应该还加一木柄，有木把，它是加热完之后烫在马身上的，烫在军马身上。这几个字叫将官翠马。哦，这个是什么文？这个是早期的篆书，战国时期的。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对，真的是青铜吗？青铜的。那它的价值是？ 价值应该比黄金高，因为它这个东西相当于叫瓷器里面鸡缸杯似的。哦，那就不是一般的高了。对的，其实这件藏品意义非常大，很对当时的军事啊，当时的政治啊，还有当时私有制啊，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件佐证吧。印章作为社会上一种平线之物，可上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 烙马印是在春秋时期随着象马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主要用来区别马匹的优劣、所有权以及年龄、健康状况等等。据文物考证和文献记载，自战国以来，各代都有烙马用印。由于特征鲜明、风格独具，因此烙马印在我国印章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 到唐宋时期，烙马印发展成专用字号，用来区别不同的马类。此后，烙马印逐步演变成了管理马群的一个重要措施，尤其是在牧马业发达的游牧地区，烙马印的使用有效地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邻里之间的误会，也减少了草原盗马等现象的发生。 烙马印一般为铜制或者铁制，印钮的上部有孔可纳入木柄，是为了烙火方便而做。远古时期的烙马印仪式很少，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方，一个是战国的日耕多萃车马业，一个是汉代的灵丘骑马业。这类业因形状巨大，所以页面布局舒展开阔，字体笔画苍浑古朴，体式奇特自似，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为后世的篆刻家、书法家起到了重要的艺术借鉴作用。好，谢谢刘歆先生，再见。我们今天资深夺宝人家队长的位置坐的都不太长久啊。我刚才就问他，谁那么大脑袋带个这么大的簪子？就说明他头已经大了，你知道吧？所以他判断出现了问题。 来，那我们要恭喜玉婷再一次获得了这组的胜利，恭喜！我们请咱们这边挑个新队长吧，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四组要玩的就是比年代，一件是青花寿字盘，一件是仿官釉从事瓶，哪一件年代更为古老呢？我直接告诉你们答案吧。 哦、你们告诉你们我的判断，那你就选我的答案。你觉得你相信我的对，你就选；不选你相信我的不对，你觉得我忽悠你，你选另外一个，这样比较简单。玉婷觉得哪个年代比较久远？这俩差不多。哎呀，其实就差2天是吧？差不多。是。好，玛丽队长，我选这边的。你认为这一件年代更久是吗？对。说出你的理由。为什么呢？ 觉得那个像清仿的，像什么？大点声说。清晚期的这边是。这个像清晚期的。那这个，清中期的。啊，清中期。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有那个时代的特征。看看这俩东西当中，到底哪个的年代来的久远呢？有请杨靖荣先生为我们做出正确的解答。来，杨老师。咱们这个资深的夺宝队还是，看来对这东西认知还是很准确的。 这个盘子是比较开门的，一般在能看见这种青釉的、带寿字纹的，还有带其他纹饰的，后边还有这个，一般底下还都写着有字儿，成化年制，那标准的乾隆时期的产品。那个呢是清代晚期的，没问题，光绪。实际的价格呢？ 那个比这个贵多了啊！你别看咱们这回比的不是价格啊，这比的是年代，年代晚的不见得不值钱。哦，好，谢谢杨老师，马队长有福气啊！你他们要走一个，你愿意挑谁走？我得找那懂的呀，就那馆长呗。馆长，好，感谢林逸凡小姐，再见。 老师，这两件物品啊，为什么这件东西是乾隆的，它反而价格不如这件光绪的呢？这个通常的陈设器比日用器价格高，这是通常的道理。你现在买现代的工艺瓷，也是那个陈设用的，比那个盘子碗要贵，就这么一个道理。除非特别珍惜的东西，就像我们说那鸡缸杯、橙花豆彩，虽然也就是个小喝茶的小杯子，但是太珍惜了。 这种呢，民窑大量生产的东西，这个不会太贵。那种呢是陈设器，是仿那个，这个良渚文化时期的那个玉琮，哎，这是古代玉器的那种礼器，一种造型。所以呢，它是标准的陈设器，自古以来就是等级比较高的礼器。如果这是个筷子桶，就不值钱了，是吧？那肯定的。好，现在大家又势均力敌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3个考验。 接下来我们又要考眼力辨真假，来看一下。这件藏品，堡主认为是郑板桥所作《蟹骨清音图》，最大卖点为郑板桥是清代著名书画家，这幅作品所画也是他最为擅长的墨竹。堡主认为价格至少应该在50万元以上。这件藏品，堡主认为是当代画家刘继友所作的《双犬图》。 最大卖点为刘继友是当代知名画家，此幅作品画工精湛，生动传神。堡主认为价格应该在15万元左右。2件书画作品都号称出自名家之手，一真一假，究竟哪一件才是真作呢？郑板桥蟹骨青钉刘季友双犬图，有一幅是真的哦，有一幅不对，啊是假的。我们这边是不是要换队长了？又是一个女队长，请你们向对方来做出讲解，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们这个队啊，经过商量之后啊，我们一致投票，左边郑板桥的是真的。郑板桥就是真的，为什么呢？啊，先说刘季友吧，他是画漫画的，对他画这个狗，这个完全不是他的风格，对吧？然后这边郑板，从他这个表啊，从这个画仔细看了一下呀、这个具体啊，反正最后我们给出了结论，这个郑板桥这个是真的。 哦，我感觉你什么都没说，是吧？那我们那就对了。因为刚才上去看的时候，我们队友在后面就跟我说了，然后说他也认为郑板桥是真的，然后他的判断比他更简单，他就是说，你想啊，那个连装裱都没装裱，如果是真的，他能不裱吗？我想很有道理。你看，但是一般啊，卖假货的时候也会把它装裱的非常好看的。不，我们。 反正我们就认为郑板桥的是真的、啊。对对对，在这个市场上、或者在这个交易里边啊，裸画就是一张纸啊，这样的情况很多见。不过他们都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和选择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金运昌先生，两幅之中哪一幅是真迹，哪一幅是伪作？两位美女都是选郑板桥了，是吧？对，都选对了。 哦，郑板桥这是真的。对对对，这两张画呢，确实啊，从技法上，从气息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女人的直觉是非常敏感的，啊，非常敏感的，啊，那么这张刘季友的，叫双犬吧，两只狼狗，是他常画的题材。 刘季友先生呢，是当代的动物画的顶级的大师，啊，因为他父亲就是画动物的，传到他这儿第2代，啊，那么他把这个动物画啊，可以说画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这个画呢，因为是临摹品，所以呢，神态、构图，啊，包括这个毛皮的质感，还算及格，能够得60分。但是。 不行的是什么呢？是他对于动物的细部刻画。您比如说，这个前边狼狗的前边2条腿儿，您看着像小肉包子似的，前边草草的点了几个点儿，代表那个直爪。其实呢，那个应该是很锋利的，啊。那么他的传统功力呢，跟刘大师也差之甚远。比如说他这个几笔风竹，就很露馅儿。 您看看人家郑板桥的竹子画的，啊，这几笔风竹显得很孱弱，啊，没有比例，没有层次，啊，当然了，刘季友的签名也还差很多，所以呢，这张画呢就是现在市场上常见的一个中档仿品，算是中档，这应该是行家仿的。恭喜2个队都答对了。哦，好，谢谢。恭喜1个队就行了，恭喜1个队就行了。我们的队长，新任的队长又要离开我们。杨队长再见。谢谢杨队长，谢谢。挥手再见。啊，接下来谭队长吧，你还没下来过呢。你好，你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2次黄金大比价。 本环节是由中国黄金品牌提供支持。对比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郑板桥的真迹了，就是这幅郑板桥的竹子啊，它这个大小呢，我看了一下，也就1平尺，啊，是最小的这个计量单位了，就算是。我们不和1公斤黄金比吧，我们和5公斤黄金比，因为它是郑板桥。哦。啊 大家算一下吧，5千克呢，就是现在一千克大概是25万左右，就是125万左右。哦，那么你们在你们的心目中，郑板桥的这幅画和125万元相比，哪一个更高呢？嗯，紫气东来，轩然出彩。紫萱葡萄酒提示您收看本期精彩内容。郑板桥画的竹子是否能价超黄金？扬州画派的领军人物不是白给的。2块清代端砚石究竟哪一个货真价实？坚定的挺这件东西。演员金玉婷带领的明星队最终是否能战胜钻石队？一锤定音，精彩稍后继续。 郑板桥的这幅画和125万元相比，哪一个更高呢？郑板桥是扬州8怪之首，他是诗书画三绝。我记得在2011年吧，他的一幅《石竹兰》好像拍过4600万的天价。虽然这个稍微小一点，但是我感觉这幅画要比黄金还是要值钱的多的。哦，他刚才说了，郑板桥是扬州8怪之首。注意，除了郑板桥之外。 另外7怪是谁？这大家都很熟悉啊。你说，第1怪，飞天蝙蝠柯镇恶；第2怪，妙手书生朱聪。这是不江南7怪吗？江南7怪加郑板桥等于扬州8怪。你别打岔，我们好不容易这个信息已经理清楚了，我就想说，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郑板桥贵。你记得当年那个《清明上河图》不是《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你说那个电影吗？不是。 就是那一幅画曾经拍出过多少价格？我觉得你心目中你可以参考一下。那幅画多大呀？就是啊，这幅画这么点儿。你说那幅画像个背面，这就是一枕巾，知道吗？哦不，我是觉得黄金比较值钱。哎，话又回来了。好了，谭怀宇队长，请你做出判断。我觉得那哥们儿学识好。如果他在这个节目里边，这个节目会有技术含量。 但是如果那哥们儿在对方的那个队里边，将是巨大的威胁。所以我首先同意他说的画贵，第2个就是如果画贵的话，选人下去就是他。哦，他一下已经做出了2个选择。他的思路也非常的清楚。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金运昌先生，来给我们揭晓答案。揭晓答案啊！先说这张画为什么画那么小。 内行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本册页里的一开啊，哎，我们行话就叫是一开诗群的册页。但是呢，还好，他这开册页有话题，而且呢落了款儿，盖了印，啊，这是他还比较完整的地方。这个画呢，叫蟹骨清音，很有学问。 蟹骨啊，是昆仑山北边的一条峡谷，里边出竹子，据说在上古时代，那么皇帝就派了他的乐官叫伶伦，到那儿去采竹子，采了12段竹子，做成了12件乐器。 那么根据这12个乐器的音高不同，就定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12律。这个典故在历史上就叫做“伶伦造律”，又叫做“蟹骨清音”。所以就知道啊，郑板桥这位大师，他喜欢画竹，他对于与竹子有关的，一切学问、一切典故。 了如指掌，但是呢，他这本册页，可惜呢，这儿只有一开了，所以呢，不对它的价值略有贬损。这一开呢，我想呢，比较公道的价格应该在80到100万，可能比这堆金子还略低一点儿。郑板桥。 是清代著名的画家、文学家，扬州8怪之一。他的诗书画均旷世独立，世称三绝。在他的画作中，以竹子为题材的最多，成就也最为突出。那么，郑板桥为什么会偏爱画竹呢？郑板桥出身于书香门第。 19岁时中康熙末年秀才，40岁中雍正举人，44岁中乾隆元年进士，50岁起先后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一生主要客居扬州，多以卖画为生。郑板桥的偏爱画竹，一是因为他所居住的扬州一带多种竹，到处成丛，耳濡目染，对竹子是爱于内心，喜于言表。 二是自宋代以来，梅兰竹菊被称为是四君子，深受文人雅士喜爱。竹子更是代表了一种虚心清高的气节和情操。郑板桥这个三朝才子，虽然50岁才任职于地方小官，但是他却始终抱着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的士大夫道德胸怀。 为官清廉，深入民间，洞悉百姓疾苦，为了救灾而不惜得罪大吏，毅然辞官。郑板桥画竹，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物傲清静、挺拔不屈的精神。也正是这一片清白的意志，使得郑板桥得到后人的喜爱和敬仰，造就了他在画坛上的历史地位。 好，谢谢谭怀宇队长，再见。哎呀，谭队长，这任队长也没有做得太长的时间啊。其实基本上现在我们就可以恭喜金玉婷了。还剩最后一题的情况下，你队比他队多俩人，所以你们要为荣誉而战啊，要为荣誉而战。好，最后一轮我们依然是考眼力辨真假。 这件藏品，堡主认为是清代雕龙端砚，最大卖点是曾为清代名人周亮公所用。整个砚台雕工精致，所雕云龙图案栩栩如生。堡主认为价格应该在100万元左右。这件藏品，堡主认为是清中期平板端砚，最大卖点是体型硕大罕见，光素无纹，大美不工，品相完美，包浆浑厚，古意盎然。堡主报价为9万元。两方砚台都号称是清代所制，都号称是端砚，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品呢？最后的两件。 是文房用品，都是砚，你知道中国有4大名砚吗？4大名砚知道啊？哪4大名砚？金丝砚、官砚、写砚，还有那种不成盏的碎砚。砚窝吃的。我说的是这个砚，我说的不是砚窝，知道吧？砚台，砚台，这个砚台你知道4大名砚吗？不知道。端砚，我只知道端砚。端砚。啊，还有什么？麝砚。啊，还有一个叫澄泥砚。 还有一种就是陶和砚，陶和砚，哎，都是技术和地名来命名的吗？对。那我们这2个现场现在这个是，它有一个描述跟事实不符啊。哦，你这叫清中期平板端砚，哎，对，你这个叫什么？食指端砚，大概是清什么时候的？那个明末清初的。明末清初，那就是顺治、康熙那时候的。啊，对，他这个人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 文学家、书法家，啊，那个政治活动家，啊，同时也是一个官到户部右侍郎，大名人。这一轮呢，我们依然是由金玉婷代表队来给出意见。其实杀人不过头点地，对，已经就告诉你吧，我就告诉你，我们刚才一致替你们商量了一个意见哈，选不选在你们？我们真是觉得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说，我们觉得这个像与描述的更接近一些。 如果按堡主所说的话，他如果是清早期的话，我感觉首先雕龙是不是有一个愚智的嫌疑？如果愚智的话，这在过去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罪吧？不是，他是那个嘛，官到户部右侍郎吗？啊，你是个官儿，你更应该知道，你敢用龙砚？只有皇上才能用龙。这我告诉你，他是个，这是没赶上我们明朝皇上，那就给你凌迟了，斩了，推出去斩了。对呀，他是4个咋子，5个咋子就是皇上用的吧？好，我们来看看你们到底怎么选。他肯定碰，他碰枪口上了，这事儿刚好我这种知道，这种东西嘛，基本上见的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而且它的这个刻款，还有上面这个中间踏那个杯子印儿啊。对。 那个呢，有一定的痕迹在里边，这个就是人为的痕迹。还有这个后边的刻款和底下的那个名字留的名字不是一次性刻的，所以说呢，我坚定的挺这件东西是清中期的素面，哎，坚决挺你。为健康喝宁夏红，本栏目由枸杞酿造健康好喝的宁夏红独家特别呈现。 好，接下来我们要请本栏目专家杨宝杰先生揭示今天最后一题的答案，到底哪一件描述符合实际？您这件藏品呢，第一呢，应该不是官砚，应该就是那种祁阳石，就是祁阳石做的那种砚台。年代呢，可能跟您说的也有点出入，后边款看着不太好。那件藏品呢，因为是这个我们这端石啊，一般的就是最早是唐朝开始开采的嘛。就是最著名的，就是麻子坑，麻子坑砚台。当时开采着发现这坑呢是一个麻子，为纪念它叫麻子坑。这个呢就跟麻子坑极为相似，就是清中期以后好些道光，还有就光绪左右好些就是一个板砚，后面雕小梅花，雕那什么比较多。这个呢特征比较明显，您那个呢出入比较大，所以呢我们选择呢是那个选择是正确的。好，谢谢。好，送给您一件纪念品。来，送您一个手表来作为纪念。谢谢。本栏目现场发送奖品由真品质金业珠宝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业提供。来看一看，最后这一件描述符合实际的清中期板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来看一下，5000块钱。5000元。哦。不过呢，就算是这轮我们这罗队长为荣誉而战，虽然是赢了，但是我们最后的胜利还是归属于金玉婷。恭喜你！恭喜玉婷！恭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来上台领奖。来，我们今天的队长玉婷呢，就能够获得我们来自于河南省钧窑陶瓷工艺大师任明利先生的作品。恭喜你！恭喜我们今天最后的赢家金队长。 我们的金玉婷代表队的5位高参，包括已经下去了的啊，都能获得今天的参谋大奖，纯金和纯银啊，金银牌各一枚，分别是5克黄金和2克纯银，每人一份，恭喜你们！好，恭喜5位选手，今天也帮助金玉婷得到了最后的大奖了。本栏目现场发送奖品由真品质金业珠宝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业提供。 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好，谢谢各位，同样也今天谢谢我们的4位大师，今天在这给我们做出了最专业的点评。谢谢所有老师，我是朱毅，我是谢莹莹，下周再见。珠宝行业真真假假，迷雾重重。现在在这个中国做这个消费者很难了，没有一点专业知识，你可能连吃饭都不敢吃了。有变化啊，这有变化啊！造假手段推陈出新，防不胜防，叫跑色啊！一种不起眼的节省细节，却可以成为我们明辨珍珠的依据。这真的是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个习惯。一个不易觉察的气泡，揭示了玻璃正在冒出各种珠宝的现状。它有模具的身影在里面。我看见了一个气泡，清脆。 有点金属声。何老师这一句话严重的打击了用玻璃来造假的这个碧玉行业。一锤定音，315珠宝专场，辨真实假即将呈现。